有人要进来吗？部长不是多心。今天我们要来吃那个披挂掌。披挂掌是什么？关了吧。是一个杀伤力非常强大的一种掌旗。现在过来。要啊，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披沙掌。披沙掌可以让对方得到内伤。对对对，是一种能够快速用手掌攻击的侧边攻击的。不要再玩了啦！不要追根究底。如果你再玩，你就被我拿着扣。对，你们两个废物，不要吵了。懂了吗？对，操你妈！喂 ，OK。今天的介绍，今天介绍到这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再见。我啦，你们搞不好自己会打。